味甜。台湾炒饭王奖状，这边荣获北区地方特色炒饭。我们点了一份羊肉炒饭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还叫了一个味噌贡丸汤。羊肉炒饭它里面就是，对，羊肉就是有一点那个羊的味道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好像这个饭呢、啊、不是特别干，有些炒饭就是炒出来干巴巴的。哎，它这个饭米饭没有很干巴巴。我觉得一份炒饭它的精髓哦，就在于它炒出来这个米饭你要粒粒分明，但是呢又不能吃出来一粒一粒干巴巴，软硬适中。吃完咯，总体我感觉还不错吧，蛮好吃的，下次还会再来哦。因为等一下有朋友会过来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到全联去选购一些东西。来全联买东西，买了一个羊肉炉179，还买了一些其他的。好，拿了一个海苔肉松。其实全联哦，这个面包哦，就是都是当天出炉的嘛，都蛮好吃的，而且价格也便宜，基本上都30块钱一个。好巧哦，朋友正好过来了。你看、啊、你怎么过来的？走路啊。走路过来。对啊。啊，这边胡锅鱼料理开始。这朋友带过来的，再把盐巴抹一下哈。他们先忙一下，我等一下要去接芋头了。这鱼我记得我上次吃过，我吃过的水库的五锅鱼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水库那边的，就石门水库嘛，对 对, 对吧？拿过来的。好，改变一下。OK。然后这个就是前面全联买的羊肉炉，这个就直接加热就好了，直接加热。它这有写，喏、no? ，充分加热，加热就好了。可以，你用那个锅子是吗？前面买回来的菠菜，煎鱼咯。好了，你们先忙一下，我去煎芋头了啊。嗯，那我老公呢，跟他朋友哈在上面忙着料理一些食材，我现在呢要去煎芋头了啊。不过呢，在煎芋头之前，我要呢先去买一块那个就是大鸡排啊，就是之前有给芋头买过了，他觉得很好吃哦，所以呢我们偶尔呢还是会给他买一下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小孩子嘛不能多吃鸡排嘛、哦、反正就是偶尔给他买一下，就是换换口味。现在芋头呢每个礼拜四啊下午然后呢我有给他报名绘画班、哦、去年中班呢是给他报名的乐高积木班，然后这个学期呢就给他报名绘画班啊、哦、因为我觉得好多朋友也觉得就是芋头绘画好像还蛮有天赋的啊、哦、他自己也蛮有兴趣的，就让他下午没事啊在学校里面画画吧。我老公他朋友嘛，反正休假的时候没事哈、哦、就会过来坐一坐，这样子聊聊天啊。所以就像我上次也跟大家说的啊、哦、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呢、哦、还是比较能相处，
知道吗？就是大家比较没有心机啊，这可以畅谈自己的心事，如果真的成为知己的话啊。所以现在能回到台湾了，我老公也格外珍惜哦，能与他那些好朋友相处的这些时光。我们家附近呢，一共有两家哦新开的炸鸡店，然后我今天到这一家芋头吃的比较多。再帮我拿一份这个干脆薯。要做什么口味？干脆版味这个经典。这个哈。然后第一个。然后干脆薯。甘梅。好，看牙大小份。小份好。好，加110。这一家呢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然后品项也很多。我这边已经拿到啦，两样一共是110，哦，但是这个鸡排真的是好吃，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盐酥鸡啊，还有甘梅地瓜条哈，我觉得也很好吃。以前在上海嘛，其实很多的那个大鸡排啊，什么好大大啊，激光香香鸡呀，哦，这些其实都是台湾开过去的呀。那时候要吃正宗的，就是要找台湾人开的那个什么鸡排店啊。现在在台湾常住了，吃鸡排真的是不用操心了，想吃就吃，哦，路边随便买一块都感觉超好吃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赶紧去接我们家的宝贝了。本来不是今天想带芋头去打流感疫苗吗？早上呢去诊所询问了一下医师哈，医师说还是等他痊愈再来打吧。那就是下个礼拜再讲了。哎，医生，今天要拜拜。好，太重了。什么东西妈妈来背？来，大家看芋头的书包啊，出来背不动了，叫我拿了3.5公斤啊，我有撑过。哎呀，你这个书本太重了啦！我下次要跟老师提一个意见哦。过两天不是有那个吗？然后圣诞节吗？做活动，我要跟老师提意见啊。那书本太多啊。哎，同学发了。又同学给的。那书本好。有没有白胶啊？好多书。然后有一些晚上就是不需要做功课的书。也带回来，然后还有那个餐袋，还有这个水壶，然后现在还带了画笔，对不对？这小五一直给你买，你想拆呀？等一下吃啊！妈妈给你买什么了？你看，妈妈给你买这个了，看到没有？大鸡排，看呀！啊，刚好这个要去拆开这里，拆开，你放书包里，我放书包里。没有。干嘛呢？他没有时间呀。啊？他没有时间。走走，快点走啦！走，干嘛要这样子？画画了没有啊？刚刚有没有画画？有。自己可以走了。老师没有我吃啊。你吃啊。是哪一个同学给的？哪一个？李元豪的，我一说过。李元豪啊。李元豪。哦，李宇豪是吗？不是李元豪，你看这些小米活计，你看。拆开来了，啊，你吃吧吃吧，啊吃吧吃吧，啊，给妈妈。今天画画画什么？画什么东西？哆啦 A 梦啊？哆啦 A 梦啊？今天画哆啦 A 梦啊？好，下次给妈妈看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走吧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吃鸡排，今天有大鸡排，好吧？他特意给你买的，你看，香喷喷的大鸡排，闻到香味了没有？啊，5点了，小家伙也辛苖啊。早上8点多出门，晚上有上兴趣班的话就是5点钟啊，接回来；不上兴趣班的话4点半去接。今天爸爸在家里哦，爸爸没有开车。干什么？你要吃一口鸡排呀？你要吃吃一口啊？妈妈弄一口，你等一下，你拿着。啊，他有一个薯条，你先吃一个薯条了吗？你买一个。哇，我家吃薯条。拿一个哈。好，拿吧，拿着这样子拿。妈妈撒的甘梅粉，拿着啊。
好吃啊！哎呀，好开心的小家伙啊！啊，番茄酱我要加。走走走走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！行了，回去了，走吧。然后老师现在写评语啊，就是说芋头现在的胆子啊，比以前哦慢慢大了哦。在学校里面呢，都能和小朋友们愉快的相处，对不对？不没了。哎，你真的芋头好会观察哦。他说这上面那个树叶没有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他把它砍掉了。啊，只有树枝了。对呀。一个树枝。你观察的好仔细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不要拍。哦，我是笨蛋。哦哦。给我。快点，我牵着手。来，好吃是吧？好吃，回家吃。啊，回家吃。来，妈妈牵着手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。哦，我看到圣诞老公公的。哪边啊？一个。圣诞老公公。又不是火箭、啊，火箭啊，圣诞老公公，啊，打炮灰机啊，就过圣诞了，圣诞老公公会送给你礼物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干嘛你要逛啊？你要逛啊？好，都是圣诞节的东西。这不就跟那个吗？姑姑给你的一样吗？这姑姑给你的。这个甜味。嗯。我想买这个哦。上次不是给你买过一个了？啊，不是，一看这个球。哦。有了，那天给你买过一个球了。过两天我把家里的圣诞树拿出来好了，拿出来之后你再布置，好吗 ？OK。嗯嗯。干嘛？好啊。圣诞树很漂亮。这个要不要？这个要不要？要，我要大了。那太大了，这个多少钱？109，这个还可以啊。这个星星呢？要是吧？啊、要吗？对，好好看呀，我最爱的。嗯，我这个就没了。这个不要了。这个不要，你再换一个，换一个这个小的嘛，这种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？喂，可以吗？这个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个大的不要了啊，换两个小的。哦，是不是这个可以吗？小的丑啊。哪个很丑？很丑吗？芋头说很丑。蓝色的这个是上面蓝色。这个是啊。对。这个是鹿哦，小鹿哦，小鹿可以吗？小鹿。喜欢吗？不是啊，这不是有三个啊？有三个呀，三个颜色呀。四个颜色啊？这个是我只是刮两个手。No。要哪个？我不喜欢这一个。你看看那个。跟老师拜拜，别走，跟老师拜拜，跟王老师拜拜。哎，园长碰到园长了。哇，我看看这。啊，换成 Merry Christmas 这个字是吗？那、哎、这个不要了啊，小鹿我放上去了。不要了 ，OK。好嘞。好了，撤。但是这个不能放呀。我觉得这个超好看的，哪个好看啊？你看这个超好看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蛮漂亮的。你这一盒，这有三个耶。你这一盒去布置嘛？你看一个这么多，你看只有一个钩子呀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什么？钱够了没？钱够了没？钱够了没？啊！我来看一下。啊、不要拍小鸡。我不拍。134，拿彩票吗？啊，不用。好，行，自己拿着。啊，拿好了，不要掉哦。哇塞，你看天呀，买个东西天全部黑黑了。妈妈，我今天爸爸以为喊我和小来的。爸爸说什么？爸爸以为说和小来的。爸爸给他第三次。哎，这个很好看的耶，你要不要拍呀、啊？这是人家布置的呀，人家会布置啊。哎，真的很好看，你坐这边，我哎拿着这个，我给外婆看，好吧？好 ，OK。啊？你说叫叔叔了吧？叫叔叔啊？送给我是吗？啊？好，谢谢你。你叫叔叔。叔叔。哎，乖，把你口罩脱掉。也是这个鞋。找到了。哎呦。好弄好了呀，就哎呀很少哈、哦。哪一个？那个哈、哦。对啊。还是以后去店里面。先住了。哦。这也刚刚弄的呀。我炒炒的。哦。这鱼哦。不来了。可以。有。胡椒盐。哪个叔叔？就一直来的叔叔啊！对呀，我一直讲了。你又忘记了是不是？他知道的。像谁啊？阿贝。阿贝又来了。啊！哎呀！啊，干嘛？
吗？你下去接啊？啊？接了，别接了。听到声音了是吧？啊，到人了是吧？啊，叫阿贝了哈，嗯、啊。迎接你，经理、啊哦，我今天煮的这个燕麦米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是吧？哎，它这个是就是全连嘛，全连我们179这样子，就一点点哈，还好啊，还可以哈。算、嗯、了，妈妈给你弄了，好吧，我给你弄了啊。可以买火锅料，你讲过来。看一下哈，这鸡排超大，是不是这么大，比我手还要大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给芋头弄一点鱼。有。今天家里的那个米正好吃完了，所以今天就全部煮燕麦米了，不然我平时就是燕麦米跟那个白米嘛，煮在一起就很好吃。好，菠菜在，菠菜放这边好了。对，这是芋头的餐盘。好。好，我给大家剪一下。哦，这道意思我当然了。吃这个饭，好吃的饭哦。你是怎么样？啊，吃吧。我刚好在吃饭。吃点吃啊，好吃的，上次你吃过的，吃吧。啊，这也吃哈。头不要咚咚咚咚。啊，快吃快吃，今天好吃的啊，快吃。哎，鱼弄好了，还有青菜啊，好吃吧啊。吃吧，你最爱的。超爱的哦，是吧？好吃吗？好吃哈。一九条。啊，好，你还记得？你自己插，对，直接对的。你吃吃看这个。啊，我插这个锅，是怎么回事？吃吧，吃吧。啊，今天换换口味，好吧？所以给他买了一份这个，换换口味。嗯，好吃的啊。啊，你自己慢慢吃哈，妈妈也去吃了啊。拜拜。哎，来。吃吧，啊，你自己吃哈，嗯。哎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羊肉炉，这个羊肉还蛮大的，还蛮大的。米酒我们放过了哈，有放米酒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对了，还可以吧？雅芳的比较好吃。雅芳，带着去外面吃了。嗯，可以吗？我吃的热起来了。很热哈。米酒够不够？够了。我慢慢吃就会觉得热起来，这样。如果今天中午吃的话，就觉得有点热了。晚上还好，晚上不会，晚上不会很热。嗯，今天天也很热，这两天我们这边都很热，好像都快30度。下次去吃姜母鸭，好吧？我们买这什么牌子的？不知道。没有牌子。没牌子啊？半羊肉没那么便宜，九九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燕麦米再吃一点，饱了，好饱。你看这看起来像肉啊？可以啊，对啊，这本就这样的。就大家看我拍了一年多影片哈，就是发现我对台湾的饮食都还蛮适应的，是吧？我这个人适应能力很强的，真的。吃鱼。嗯。感觉煎出来会有一些硬。鱼也不错，鱼也不错哈。
鱼不错，是煎的不错还是？煎的不错啊，你要在镜头上面讲一下。当然是了，其实你从四分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从四分水库钓的，水库的鱼啊，再加上精湛的手艺。过去炒了点咸猪肉啊，蛮好吃的、哦，比较香。你火没关吧？啊？有没有酱筋？什么酱筋？这有个姜母鸭叫酱筋。怎么样？没有没有。酱筋是什么？螃蟹。啊，螃蟹啊。那人那个加螃蟹的。怎么没有？哦，汤更甜。吃了一点，好像觉得热热的了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开动了。那今天影片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